我去的所有的地方啊，都是老地方，都是便宜地方。我这边治黄疸病呢，哈，我一般呢就有两个配方啊。第一个呢，哈，就温度不太高的时候呢，哈，我一般呢，哈，用杀灰霉的方法来治黄疸病。你只要治住灰霉了啊，它就没有黄疸病。灰霉呢跟黄疸呢是一家人，但是灰霉难治，所以我用的配方呢，哈，就是益菌药啊，灰霉霜。你打这个药哈，一般都能治得住啊。然后呢，高温脱长期的时候呢，哈，我防治黄疸病的配方呢，哈，就是牡唑醇加比唑米酚酯啊，再加藿香芬钠啊就可以了，或者加上白藓青啊也能放。啊，黄疸病，防治黄疸病，这两个配方呢啊，都非常便宜，效果非常好啊。